体育运动是很激烈的，尤其是像篮球这种对抗性的运动，就是受伤是很正常的。应该说，每一个运动员都身上都会有或多或少的伤病。应该说，从小，因为我妈以前也是打篮球的，山西队的。很小的时候吧，反正就会带着我去玩篮球，从那时候开始就对篮球有一个初步的印象，挺喜欢的。小学毕业以后，身高也确实长得很高，从身体条件来说，应该说是一个打篮球的苗子。然后父母就把我送到了八一队。我知道他打过国青队，和姚明是队友，参加过耐克训练营。他虽然身高比较高，但是他的手感很好，投篮很好。大个子篮球运动员里面是很难得的。当时应该算是，比较有前途的一个队员吧，就是队里对我的未来发展是比较抱有挺大的一个希望的，属于一个比较重点的一个队员在培养吧。这些都是当时去朝鲜打比赛的时候一起全队拍的，然后是跟国家少年队一块去的。那一届国青，我跟姚明是在一个队，基本每天训练都会跟他有交手。我跟他是打同一个位置嘛，所以每天训练都会跟他训练的时候都会有对抗呀什么的。进 NBA 应该说是每一个篮球运动员的一个梦想吧，应该是每个人都有的。当时自己当然也多少会想过一点，进入到 NBA 去。跟世界最高水平的篮球队员去同场竞技。他的伤现在已经很严重，现在完全的增生，以至于行走有的时候都不是很方便，更甭说打球了。毕竟练了那么多年篮球。就是心中对篮球的那个理想还没有完全的失去吧，还想再证明一下自己，看离那个当初的理想还有多远，就联系了东莞那边的队，想证明一下自己。结果呢？结果就是回来了。在学校毕业以后，本来可以在学校里边找一个职位，然后正好赶上那时候就是学校要裁员，就是自己心里对自己的未来还是有一个目标和理想，想做一番自己的事业。如果在部队里继续下去了，也许不是自己的理想中的那种想要的东西，所以当时想了想就。就是选择了，就是离开部队。如果选择转业的话，到地方上可以，
部队可以给找一份公务员的工作，也许是因为自己心中那个目标或者是理想跟这个公务员的这条路可能不太一样吧，所以当时就没有选择去走公务员这条路。就是他做出这种选择的话，可以想象得到，因为他的性格比较鲜明嘛。但是我是完全不理解的，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离开这个体制。对于像他这样一个为国家卖了很多年命的这么一个，身上又那么多伤，这样一个运动员，一个专业运动员，脱离开国家的保障，我很不理解这一点。从部队出来以后，因为本身就是喜欢跟朋友一起热热闹闹呀，说说笑笑的，想自己有个跟朋友一起的一个地方，开了酒吧，然后也做过麻辣烫，还是向往那些自由自在的那种感觉，那样的生活，靠自己的努力和奋斗走出自己的一条路来。以前运动员的生活跟社会上的生活是完全不一样的。其实大部分运动员在退役以后进入社会以后，适应起来都会比较困难。运动员的生活是相对比较封闭的，进入社会以后你要去，就其实等于是重新学习，重新开始去学习跟人交往，去学习各方面的生存能力，不可能打一辈子球或者是当一辈子运动员。我觉得篮球带给他更多的是苦难。假如当初他不选择篮球的话，可能现在活着也好。当然了，也有好的一方面。可以选择的话，你还会去做运动员吗？你自己觉得？我觉得会。为何呢？他那么辛苦。但是他也能带给你很多快乐。很怀念当时跟队友们每天一起训练、一起生活、一起快乐的那些日子。篮球带给我的很多很多，当然肯定得到的要比失去的要多。有了这么一段经历，应该说是比较美好的吧。不管最后结果是怎么样，你去享受这个经历就好了。对篮球，我相信我会一辈子去热爱它。只不过，以前是在从事它，也许以后，只能去关注它，但是心中那份热爱不会变的。